双子座的理想伴侣。双子座是公认的非常聪明的星座，反应很快。他们聪明是因为从小就受到了鼓励，学的很多，也重视学习。但是他们期望的另一半并不是像他们这样什么都懂、什么都知道一些的人，而是能够带领他们改变人生的人。如果说这12个星座，谁最想青蛙变王子、灰姑娘变皇后，恐怕就是双子座内心的小秘密了。如果你是拥有高等知识的人，比如大学教授、交换学者、外国人、英国王子，那你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。他们期待可以带他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人，看到更多，体验更多，所以他们特别容易被和他们十分不同的人、有大局观的人所吸引。但是如果事后发现你并不能扩展他们的视野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，也不思进取，他们可是会换人的，毕竟他们的备胎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他们选择了你，那你一定是当下的最佳选择了。